今天是鬼屋睡一晚的第八集的特别系列，这个月又是鬼月，真的，而且好人下来，没有过跑来我家，不要紧啊，他喜欢来我家是不是？我就带你去玩，一定要做高哈。哇，你以为我怕？带你去这里最凶的鬼屋啊！鬼屋的吗？我已经给你们 train 到我不怕了。Come on 啊！才去过几次哦？我跟你们去过两次了咯。等一下，你不要在那边靠北靠步喊要回家，我跟你讲。我靠北靠步的话，我就 delete 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万众期待，隆重登场，我们的鬼屋睡一晚第八集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。捅了捅，我是阿雅，我是好人，我们是 Steady Gay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里的鬼屋啦。哦，好人 ，Grow， 期待吗？期待吗？每一次来就是跟你们一起寻找刺激，这样对不对？没有什么好怕。点吧。Let's go, let's go！ 我在这演了火箭，穿着裤子，那是我的 style。哇，你看这里还有人烧鞭炮，什么玩意？鞭炮来的。你仔细看一下那个鬼屋。里面有屋子的吗？这里有啊，有。是啊。鬼屋？要走进去才有啊。这是坟墓啊。在鬼屋在坟墓旁边吗？那鬼屋在哪里？鬼屋在哪里？我们要穿过这边去到那边，我们才有鬼屋，还看得到那鬼屋。所以我才跟你讲哦，这间是新山最够力的，他要穿过一个坟场，然后才会找到那鬼屋。没有，你要跟我讲清楚，那鬼屋现在是在哪里？在里面坟墓就到了、啊、是吗？对，要穿过去。你不要想这样多，你跟着我们走就好，你不要靠北哦。你刚才讲哦，我不怕了、我已经给你们 train 到我不怕了，不怕了。我靠北靠步的话，我就 delete 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现在那边晕晕晕晕晕。哎，这边是废墟了的，哇，像这里很危险，这里很危险的，你看，很多孤魂野鬼。朱老师又开始了，朱老师，可以快回吗？才刚到就要回，快点回。OK， 现在我们要先把帐篷先搭出来先。我们现在已经在里面了啦。先给你们看一下环境 ，OK， 环境大概是这样子啦，哦。然后你要看一下后面那个人。那我们要在这边搭帐篷先。你有看到这边是什么吗？这是坟墓哎、欸。你讲鬼屋睡一晚。是啊。的确是来拍鬼屋睡一晚，可是海南岛啊，鬼屋睡一晚啊，没有错啊，可是我没有讲在坟墓睡一晚。OK， 所以我们的帐篷哈已经搭好了。我们就在这个坟墓的附近。我觉得搭在这个树下面好像有点恐怖。有什么恐怖？来讲看讲。不懂。我可以勇敢一点。我很难剪辑的，你懂吗？我不懂要把那一段剪进去。对、okay. 哦，我们的灯哦放在地下，因为我们要讲话嘛。然后那个灯哦就即将掉下去，就有一个人。灯自己掉下来耶！我们要做都市传说，全部都是人家传出来的东西啊！雷耶 ，money home 呢 ？money， 我只要觉得我是蠢。没有，这个是真的是人家传出来的。是是是。你有没有听过鬼节的时候千万不可以敲碗这种东西？这个应该是对的了。OK，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不能够捡地上的钱，捡上来会变成冥纸。第三件事情，千万不可以在这种地方点香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三个就选一个，我点香，我敲完，这样我是冥纸。在地上没有钱的情况下，我们就拿自己的钱撒在地上，然后砸起来看看一下，看会不会变成冥纸。个屁呀、啊！钱在这边啊！吼！哎呀！吼！有钱呢！吼！
现在我们来放进 Pocket 里面，看它会不会变成名字。讲真的是不可能啊，我不相信啊，这个东西根本都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爸爸来了，你们。哪里可能？哪里可能？哈？那你可能，我都跟你讲，这种都市传说骗人的，对不对？阿公头啊，还在这边呢、啊。随便放在地上，当然是不可能有的。你放去坟墓那边看。我放老你去捡呐、啊。妈的啊！你们这里啊。you 我觉得算了啊。走开了。觉得算了，其实一块钱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你拍得到吗？啊，事情放进 pocket。来，再来一次那个。没有啦，不可能啦，这个骗人的啦，阿公头啦。OK 啦 ，OK 啦，所以现在咧，就证明这个都市传说假的。现在咧，到他，没有看过见鬼时吗？噔噔噔噔噔噔，等你，等你。所以我现在又要在坟墓的中间这样子敲完，我到底要敲几次才算呢？你敲一个半个小时啊。好人，你到底有没有听过？只敲了过后，到底有什么东西啊？听说敲了就他会过来哦。哟，你们这玩很疯哎！以防我真的是等一下敲完敲下，真的是不像我自己的时候嘞，我们已经达成一个协议了，那就是一定要把我打醒。我一定会打死他！我跟你讲，好人你自己先等啊！你一有一点不对劲，我一定打到你啊！救了，不用，你不用来打我，我怎样都是定的，我是定的。我带刀来。所以现在就轮到我了。噔噔。这样子敲。这样。啊，对。我住在苏州的旁边。小人本住在苏州的城边，谁知道唐伯虎？点知个唐伯虎？你现在终于有一种被捉高的感觉了，没有？敲啊！哎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我现在的情况哦，跟你那个很像。你这些人捉高我，拿完敲他就会出来，好顺。OK， 你放在地上，放在地上，然后敲。我已经是在鬼月了嘞，而且又在这样的地方，这个应该也是 bullshit， it's bullshit。现在不会出来的，不要怕。真的吗？嗯，真的。As respect， 点香是希望他们安息。你只带一只来，他们会不开心。你中午没有带多一点来？我就是要给你一只包啊，所以一只是给你的。给你一不对劲，我就loot高你，你就直接可以埋在这边了。现在点呢，一边点住这个香烟，我们就要走进去点，走到这个香烟完为止。OK， 所以我们。你带头，就一直往里面。怎么你们是在原地了？我要走进去。我们会跟住你。嗯。很恐怖哎，恐怖啊！你们可以靠近一点吗？进去咧，唔使惊咧。然后那个香啊，等到那个香完为止啊。你们一定是捉搞我，是不是？又捉搞你，大空洞空。啊，往那边咧，那边有一个洞啊，那边就是走，好像路一样啊。啊，继续，这里会跟住你咧。
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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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可以打啊，可以打啊，还有点不对劲啊，可以打、啊，你看看，脸白白的要干嘛？我带着你们来啊！所以我们已经做完这三件不能做的事情了，所以现在又很早哦。肥我啊！滚蛋！滚蛋！你别别别别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挤进来，哇，很热啊！这种时候扇子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哦，很凉嘛。你以为你有扇子没？哼，那很多人会问，哎，怕不怕嘞？不是讲不怕，是还没有遇到啦。哎，不，遇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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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边有红色的button了没？你已经遇到了，用刀勾你啊！蛮多人问我们，我们到底有没有宗教？我只知道我有咕咕叫，所以我觉得是个人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一个障碍。像好人之前一来的时候，你左我右，只要你抱着一个开心的心态去，他们真的存在的话，也会开心的看我们进去，好像看动物这样啊。其实我们都错了，是你们看我们像动物。不是吗？讲坦白啦，讲坦白啦。很多人问，哎，你们去那边做什么？如果没有拍东西啊，你叫我这样来哦。Thank you, terima kasih。没有拍东西来么？就是为了你们啊才进来拍的。真的。哎呀，结果连睡都没有睡到啊！怎样睡哦？这种地方，这样子睡毛线啊！去吧。我们今天鬼屋睡一晚特别系列的坟墓睡一晚挑战总算成功啦！耶、yeah, ！拍掌拍掌！坟墓被骗一晚就有，前面是数来的。爹地的衣服已经出了的。对对对， oh. 你们可以去这边。OK， 如果你们想要买到我们的衣服的话，去这一个 Instagram 那边跟我们预购。还有好人国庆日的这首新歌 ，Feel Feel。OK， 已经出了啦。Everybody say， 米爹家。米爹家，米爹家，米爹家。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看的话，请去以上这个 link 点进去去听我们唱 feel feel 爹家 feel feel。就这样，有吗？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这里哦，有一个红色的 button， 是不是 ？OK， 你们就给他大大力的放下去。米爹。